十有八九是被害了，流到地上的血，我吸了不算吸人血，死人的血不算是害人吧？救我！救命！ 我可算捉住你了！杀了他！请大家稍安勿躁，此人已经中了迷药，他不会动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想不到，你中了迷药还这么凶！我要杀了他，还我丈夫的命来！大婶，不管他是人是妖，都必须由我带走。你是官府的人。 我是官府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不为民做主？对、啊，按照梭罗的律法，任何人不得滥用私刑。我既是官府的人，自然会为大家主持公道的。是什么呀？那妖怪吃他丈夫的时候，我们大伙都看到了呀。是啊，都看到了呀。这妖怪杀了我的男人。 和其他村民，尸骨未寒，我绝对不允许你带走他。远岸，你要相信爱情，两人兵戎相见的时刻，嘴对嘴，往死里亲他。哇，这妖怪发怒了，咱就快抓住他，打死他！ 你是远安，我是穆乐，我是你的穆乐。这妖怪是不是用了魅惑之术啊？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可以。大家不能伤害他。哦，这位小官人他已经着了妖怪的道了。对，他们现在是一伙的。大家听我解释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 这个人，他不是妖怪，他是人，他的名字叫叶远安。我不管，杀了他！我们才不管！杀！杀！不许伤害他！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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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
远安，醒醒，醒了，你记起我了。远安，我不仅记起了你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忘记你了。 告诉你穆勒，我恨死你了。远安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我是吃了一种药，记起了梭罗，但忘记了大唐还有跟你的一切。那我也恨你，我要杀了你。远安，你若真心想杀我，我早就死了几十回了。 远安，对不起，你一句对不起就够了吗？你害了天书，害了明辉，害了赵兰芝，你害了我爹我娘，还有远宁，你怎么弥补他们？远安，你告诉我，放开我，我怎么才能补偿你？ 天珠，还给我！不行，你为了救你父王一人，要几百人大上性命吗？远安，我欠你们的，我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我宁愿一死，也不会让你把天珠带回大唐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如果我的死可以换来众人的平安，我甘愿一死。 不过天珠，我不能给你，是因为大唐的天后，她的野心，她要用天珠来一统天下。谁统天下我不在乎，只要我在乎的人他们活着。唇亡齿寒，做人不能这么任性啊，远安。你说我任性，是，我就是因为太任性，才会把你从鬼市里救出来，把你留在叶府。 所以我如今才自作自受，作茧自缚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不把天珠还给我，你就杀了我是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没有你的话，我早就死了。我的命。 早就是你的了，拿去吧。 天珠给我，就是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几百号人因为你而死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恩断义绝，再见面就是仇人。 远安，你先别走，远安。